你看它这个门呢、啊、和匈牙利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密码。哎，这个没有密码，这都是暗号的。然后这个墙啊很新啊，相比于布达佩斯很新。然后我刚才刚想从这地方穿过去，然后这边有个标牌，我现在已经走过去了，就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，然后表示说你不能够横穿马路，生生的给我逼回来了。哎呀，总体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很新呐、啊，也可能我在待的这个地方呢是刚装修完啊，我还得多走一走。这车倒是很老，那跟布达佩斯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个小公园，这是个卖超市的，是超市。我得换点钱去了，哎，没钱了。